是的，我现在特别想公主抱，特别想公主抱她。啥车？对对对对，哎，那有个美女。哪有？那那个腿，一般般吧，算了。我的眼光还没有我好。还可以啊，那那个。我可喜欢跟你美女一起玩了，我闺蜜都是我搭讪来的。对吧？那我们一起去搭讪，给你搭讪几个几个闺蜜吧，好吧？头次啊，那我就看人家好看，就去找人家玩。我给你搭讪几个闺蜜吧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刚那个女的走路好做作啊，给你们模仿一下是怎么走路的，就这个穿黑色的这个女孩，她走路好做作，好做作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知道她怎么走路的吗？给你模仿一下，来，你拿着。超模气质，超模气质，跟个傻笨一样。你要说长得像超模的话，那挺好看的。问题就又分，问题是又不是，不是的话就显得很嘚儿，你知道吗？嘚嘚儿简直。洛洛，我给你拿个，你穿个外套吧，啊，穿个外套吧。啊？这长袖的还好吗？你穿着吧，穿着吧，穿着吧。万一冷呢？情侣装好看，是好看啊。洛洛，还是洛洛，还是洛洛，对啊，没看出来是吧？好大呀！你小子，怎么了？没有。我操！我操！好好看啊！可以，兄弟们，好可，好好看啊！方面的都真的可以，好好看。金金眼馋了啊，金哥流口水了，金哥他流口水了，兄弟们，他流口水了，他咋了？现在把他的衣服放到我车里。哎，咋了？车车，我去给我姐送个钥匙。他在附近吗？啊，他在我们家楼下。你们家楼下？啊，我们家一把钥匙我带出来了。那我在这等你吗？哦，都行啊，反正我马上就回来啊。多久啊？我送钥匙啊，没有多久啊，你算吗？啊，我看多远？九点半。昨天回去的时候就是6公里，差不多吧。啊。6公里啊，很快，好吧？啊，好，很快。那你今天晚上回来啊？乖啦。啊，我知道你东西都在我这呢。没事，东西送你。你东西，你衣服都在我这呀。我回去了。你待会要出来的啊。再看心情。看心情，你个头！啊。所以不出来了，我跟我姐在家睡觉。啊？你衣服都在我这呀。我先回去了啊。嗯，好。就在楼下等我呢。嗯，那你待会儿回来啊。啊，好，嗯，拜拜，拜拜。不一起是干啥呀？一起的话，我们今晚上要卖货呀。问题是今天晚上要卖货，而且主要是，哎呀，金哥让我打打野，金哥让我打打野，让他先，他待会儿回来啊，兄弟们，他待会儿回来。